好的，欢迎回到岸边云子之苋菜没救了。大家好，我是阿苋，我是蔡哥，耶、yeah, ，我是小梅。好的，继我们那个神之腿选拔赛之后呢， wow. 我们今天呢要来拍摄的就是我们的约会行程啦、啊。真的要去约会耶？好爽爽！不是啊，不要乱讲啊。好了，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女主角廖仙姬长。耶、yeah. ！哇哇哇哇，今天很漂亮哦。你在笑屁哦？哎，你们两个之前有没有先在出门前有没有先私下联系？有聊过，有聊过，有聊过几次。他很健谈，很常逛那个士林夜市，住那个健谈站的。哈哈哈哈哈！可以吗？可以吗？我是觉得我笑点超低。哦，他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这个速配指数马上就有加分了。好，那就这样，因为刚好车子要被赶，我们就出发吧。赶快出发，雷哥。我觉得他有在紧张，因为刘轩今天有点太辣。但是我觉得刚刚两个人的聊天是就是还 OK 是自然的，因为就是两个都有互动，就可能蔡哥有丢话题，然后刘轩有接，不会有一个人说就是啊不知道聊什么这样。就我觉得聊天的氛围感觉还算 OK。耶、yeah, ！我们现在呢在去宜兰的车上。哇，你在紧张哦，太。你不要讲话，不要打扰他们，假装我们不在，假装我们不在。他们现在就，你们现在都用那种前辈的姿态在那边指导我们哎，现在就是放松的在聊天。对。刚吃完早餐。对，你刚刚吃什么？巧克力吐司。巧克力吐司，对不对？不错哦。我们这样会很尴尬吗？那。你有准备就是关于这次约会吗？其实我蛮期待，因为我不知道你会带我去哪里。我以前约会就可能就只有看电影，然后就没有然后。我以前一直觉得，我以前一直觉得看电影是很好的约会方式，可是我还发现说看电影还蛮浪费时间，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你跟他约会五个小时，然后就有三个小时都在看电影，都不能讲话，蛮可惜的。而且你也不看不懂他。对，所以我觉得看电影可能是后面几次之后已经可以偷偷摸来摸去的时候看电影啊，就是后面可以好好爽爽的时候。好，没有关系。你现在的聊天很、啊、很知识化，好像在访问，好像访问。对对对，好、啊。你干嘛批评他？你维权啊？好，我不知道，我不太对不起，我不太。是你们现在。我们这个车子虽然说有会塞车，但是你们不能一直占用我们个人包厢的时间啊。好，我们不讲话。哎、欸，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请说，为什么上次神之腿的选我？因为我觉得、哦，你是有认出来吗？因为那个脚的形状，然后跟那个、啊嗯嗯、皮肤的颜色。这样你有觉得变吗？我该怎么度过这一关？细思极恐的。我可以帮蔡哥解释，因为男生只要看到有肉脚、有肉色的东西，我对，我稍微看一下，而且是这么白的腿。那么你不要再你已经救我了，对不对？那时候因为子子的腿是真的是100分，但是因为他的真理裤，我会有点害怕的，侵略性很强。你怕被侵略吗？在台面上我很怕被侵略，但私底下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可以，私底下就是疯狂侵略没有问题。对，可以一起好好爽爽，不是？完蛋了！蔡哥，你是主动会追女生？我算是。那刘炫，你是主动还是被动？我是超被动，我觉得朝夕相处比较重要，我觉得自然而然在一起比较自然。那太难了，自然而然在一起，因为你现在都一直在工学，你现在都一直在，你开始结巴了，对，你现在都一直在房间里面开直播，我们很难有其他的男生可以跟你朝夕相处，所以外表你都还好，还好，因为我知道女生有个惯用伎俩，女生就讲说顺眼，就后来出来都是帅到不行，但是我也没在怕哦，因为我们真的是帅到不行。不要吐槽他，不要忍住，你们两个忍住，不要吐槽他。那笑出声音来啊！你开始笑出声音来，你什么意思？不尊重，你们今天是我哥们，然后你这样，你是我的 wing man 哎。那你有没有以前，就是有谁他做了一个某一些动作或某个瞬间，你突然觉得哇很加分，或说哎、欸、很帅？我觉得就是他根本不用做什么事情，就是这一个人在认真的时候都很帅。我跟你讲，我这一个半月以来开水煮洗。水族缸已经开了第二缸了。哎、欸，我之前有养过小虾米，然后水晶虾那种，它就这样熟掉了、欸，是不是水温太高了？哦，所以你有养过水，有养过水族，有养过鱼虾这种。没事，没事，没事。因为它下面没有两个人的那个真正的空间。
所以他有点放不开，他想聊，可是我们两个在，他就怕聊。聊会被我们笑，所以他现在他现在有一种好像在做节目，在访问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但没关系，等一下呢，我们会给他一些私人时间，是让他真的能够表现自己的时间。就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我们不是故意不让他们两个坐一台车，是因为今天是假日，我们很怕那个塞车，车程会花很多时间。对，为了给他们两个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相处，所以我们才决定就是今天就是出一台车。对对对对。對我们现在来到了正好鲜肉这个小笼包，没想到这个四月六号、七号、八号、九号休息，但没有关系，我们是故意有点小小的遗憾，下一次我们可以一起来吃。好像要留一点遗憾，然后才会有对，才会记得。等下玩什么都忘记，之后后来就想记得我们这小笼包没吃到，而且还是第一站。对，这就是我要看到的烙赛。好的，我们来到了刚刚。那个正好小笼汤包他们推荐的这一间蒜味肉羹，蒜味肉羹，传承蒜味肉羹。我现在是有点紧张啊，因为毕竟我们第一间没吃到嘛，然后没事啦，没事，一切都会很顺利，一切很顺利。哎，刘轩一直是给我信心。第一站，然后先测试一下，测试一下，后面就顺。谢谢谢谢刘轩，谢谢。我跟你讲，一定要偷拍，因为我觉得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小动作是可以被考验的。就是可能就是有没有帮忙拿餐具啊，或者什么之类，就是两边有没有互相帮忙，因为可以偷看一下。会有太紧张，因为刘轩就是他喜欢的型的样子。而且刘轩今天很忙。其实我没吃过。而且其实我很少吃蒜。没关系，因为今天不会有那个，不会有这个街舞的环节。好爽哦！原来在旁边看是这种感觉，真的很爽。其实我觉得要观察他等一下有没有主动拿碗筷跟卫生纸这件事情之类的。哎，要主动拿碗筷是？大姐了，不是刘轩要拿着，然后拍刘轩。我必须说，我觉得刘轩是很给蔡可面子的一个女生。就他今天的穿着啊，然后还有就是刚的聊天，他都很有诚意。你觉得呢？他比我想象中在健谈。对，因为我们不认识刘轩，我们远远看都会觉得刘轩好像比较高冷，然后可能比较避暑一点。对对对。对，但他其实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外向，就什么都 OK。然后刚暖好像等一下要共识，因为我看他们的单子上面只点了一碗。对，我觉得。现在这个镜头由下往上，哇哇哇！好，试试看挑嘴的刘轩，不知道他觉得 O 不 OK？ 我们要来分食，好，分食，我帮你用。哦，好，谢谢。你很怕酸，是不是？我很怕酸，可是我觉得我愿意尝试。这种一块一块的，我觉得比较还好。如果是蒜泥的话。就会比较狠一点，算你狠。好像我慢慢懂你的那个我套路哦。频率有接到一起。对对对。记得一下，很多女生可能或是人啦，她们可能不太吃葱姜蒜，对她们而言都是同一类。因为刚刚刘轩有说她不吃葱嘛，没有。对。哦，那她有可能是。对，有可能是三样都不吃。我想假设说今天是别人跟我们吃饭，她晚来的话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会留菜，我们是留菜啊，我们会留菜给他吃。哦，哎、欸，你刚刚想的吗？啊，对啊。很强哎、欸。没有这个。我刚刚一直没有听出来。这个很烂，这个很烂。留菜。对，我们是留菜，我们会留菜给他吃。
好了，我们现在刚吃完了中餐，我们都觉得还不错。但是呢，吃完了中餐以后，我一定要马上爽一波。我现在就要去对面吃花生卷冰淇淋。你们一直在干扰我的约会。对啊，你可以吃啊，拳头大王，拜托。现在我有冰淇淋，冰淇淋，你在学江西娜啦？哇，超大，花生卷冰淇淋，为什么？跟他跟你的脸一样大哎。你说这是在吃那个 taco 卷，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大小。这个是花生卷冰淇淋，真的是有点过大了。你那个 Subway 会拿在手上。我说你刚刚说想喝饮料，然后我说什么饮料，你说什么？刚好那边有一个都可茶饮。开玩笑，开玩笑。我现在有点在怀疑，我觉得，怎样？友圈会不会已经？你说小众了吗？他在客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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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哇！交给我，交给我，交给我！我跟你讲，这个随身小包啊！哇！我没办法接受我的女伴有任何一点的这个，哎呦！加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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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谢谢。不会不会不会，一人。哎哎，说帮是有在帮。对，鸭吐司，哎，那个看起来像甜甜圈好吗？不给独处嘛，他是做球给你说那个超可爱的，让你下次给他集对礼物礼物礼物，这个东西可爱对不对？超可爱啊！但在我眼里，这个是第二名可爱的。为什么？还要讲？为什么？第一名在这里。这个可以吗？这个、给过吗？这个会有点害羞。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出来超安静的人，然后超距离的人，你会怎么样？这个会稍微骂一波啦。但是刘轩算是我遇到算是聊天算是顶级的。真的吗？就是很。还是因为我现在在走。对啊，某部分是这样，没有啦。我决定要坐到旁边一个。但刘轩是真的很。好，我知道，我懂了，我懂了，算是很，我懂了，很好互动。他刚才跟我说，就是他有点怕眼神的交流，所以我就尽量看他的鼻子啊，或是别的地方。那我有，我也在想办法一直。你知道吗？聊天会有，就是一直看着对方。那你们中间如果想不到话题，或是中间有一个空白的时候，会蛮尴尬的，就很像在。会有空白。会啊，你聊天的时候，比如说。好，对，这样就会。这就是小处男思维，就那个事情发生也没关系，女生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看着对方，其实你知道吗？这是一种尊重，而且或许你们就看一看，看出感情来了。有火花。他今天是讲话很结巴哎，我刚听他就一直就是很健壮结巴的。就是我相处起来，我觉得他比较就是真的很女生的那种女生。我很女生吗？真的吗？对，我觉得你是第一个说我很女生的人哎。他在好暗示我。我没有在讲，但是。比如说有些他会来调一下这个冷气啊，然后或者是你也会煮饭啊或什么的，有时候互动起来之后会真的会害羞，因为真的就是女生。我该怎么说呢？阶段没讲好啦。他上次还要煮一个什么汤要给大家喝，他也有煮哦。他做了，蔡哥没把他放心上。有啦，我也不在乎。不是，好了啦，一红，好了啦，好了啦，一红，好，休息一下了，休息一下了，耶、yeah, ！我们现在到那个忍者村，它里面有一些射击游戏，然后想说刘轩很爱玩射击游戏，我也没来过、啊，所以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觉得新鲜，很好，就跟这个渔港买的海鲜一样，对，新鲜，对，新鲜。发现你刚刚那什么东西？什么抗菌喷雾哦？这个我不能喷。像我这么英俊的不行。抗菌喷雾。啊啊！我被抗了，我被抗了。这个东西叫怎样？就是他们要不小心手碰到，就是他这样扶他肩，哎呀，还要扶他一样，哎呀，这好滑哦！哇，你的腰更滑。
跟刘轩相处了半天，你对他的感觉？我觉得他算是那种越相处会越一直加分，一直加分。哎，我们看到就是很女生的那一面，所以我就觉得会有一些害羞的感觉。可是他又很大方，像比如说我们绑头巾，你叫他让我绑啊，或者是干嘛，有些稍微一点点肢体接触，反而是我会很怕我被勾进去的。拍照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跟刘轩说他可以搭蔡哥，他就主动让这画面看更好看，所以搭蔡哥。我觉得蔡哥就哇呼哇呼，我就觉得啊、哦、什么状况？这是很自然的东西，对，有什么没有不好？但有时候就反而是这样的大方，反而会让你更对，让你觉得哇，对，我被他那个现在给他几分？我应该现在已经是100。他很融入在这个情绪。对对对，一方面我们不熟，对，一方面我也不是很熟这些地方，所以我们都是一起来体验这个地方。不管他有趣不有趣，他都是呈现就是有感觉，有趣感觉，那我们就会觉得哎放心一点。我对我自己分数不高，我想要后面的时候再大方一点，再活泼一点，这样子，要再加油。您这什么胆气？怎么回事？这是昂昂哎。啊，还是我的头发掉色。不过甜点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等一下吃可能会比较没有感觉，因为都没有你这么甜。哈哈哈哈哈！哇！所以我刚才问，我觉得人跟人果然是，就是真的是有差的。到底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对某些人特别有兴趣？因为我们刚一出来，刘轩就说他觉得很有趣。你说刚刚去的那个？对对，如果你上次带我来这边，我可能就会觉得超安详。你带来丢分的表情，我应该就会觉得干超安详。可是刘轩好像就都觉得还蛮 OK 的，所以我觉得蔡哥应该算有选对。其实我觉得，我说真的，这是第一次。会让我觉得蔡宏可能有机会的一次，因为说真的，女生是非常非常给她面子，她也会逗蔡哥笑，蔡哥讲笑话她也会笑，甚至是就是在之中互动，她可能会多过蔡哥主动一点，因为蔡哥太娘。这么直接，就是好 man 的男人哦。实况上在聊天室看到这句话，直接就是骂他，白痴，可以尊重一下。可以看前几集，前几集有肉，并没有。说真的，刘轩就是会有时候会变换他的节奏，让蔡宏有点接不住。可是那个是很有趣的，对，那个是有趣的，所以我觉得很棒。现在相处来，我觉得是很 OK 的。不够感人，就是
知道他要卖什么情怀，但我就不会被感动到。我是觉得蛮感人的。我那时候在房间里面看完，我已经在家门口了，在家门口被赶出去，太感人了。这个有啊，这个有啊，这个现在又有了，算是我频道讲的，然后传出去传的蛮流传的一个笑话。你知道卫生纸用过之后会变什么色吗？透明的。透明的加变水的色。答错。卫生纸用过之后会变成垃圾。OK 吧，这个后劲很强。这个没有后劲。没有特写。这个我们在喝下午茶，我们可以看一些很好笑的影片，但这个影片我觉得特别好笑，要给你看。是给我看吗？给你看。我可以给大家看吗？可以给大家看。可以给大家看。他说要如何骗过猴子，来，你按一下吧。你按呐、啊，我你按。对手是一个身心障碍者，他要让我的分数四分之一。你不要什么输了都用身心障碍当借口吗？我也是让一只手啊，我另外一只手没动啊。哎、欸，对，他又不是用左手。坏了！耶！现在来到大家最期待的女主角访谈时间。那你觉得蔡哥这个人给你的印象？今天、其实今天就是有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本来想说他会不会就是很内向这样，然后可能不太敢说话，可是我觉得我们聊的就是蛮好的。他有一直主动在找你聊天吗？有一直丢话题、可是你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很害怕，想说他会不会比较不太懂，例如说实况圈啊或是什么？我觉得还好，反而就是因为不懂，所以可以更多话题可以聊、所以觉得聊得还不错。还不错。现在这样子安排下来，对你来说，你会不会觉得太累？会吗？其实不会，我觉得很轻松，就 OK，、算是喜欢这个行程。哦哟，哦哟，那现在又有点残酷喽，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希望你可以先给蔡哥打一个暂时的分数。暂时的分数。对，我觉得目前80了。
80，对，我要80。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聊得来很重要。对啊，因为如果一开始频率就是不对的话，就是会很难，就是怕很尴尬。对啊，然后或者是没话聊。对，但是你目前都觉得很棒，很 OK。目前他跟你讲烂笑话吗？有啊，有，但是你还是觉得很 OK。可是因为我的笑点蛮低的，所以他讲烂笑话你都可以接受，是可以接受。蔡阿哥听到了没有？看女生对你多好。好啦，那我们就期待等一下的行程，耶、yeah!。耶、yeah, ！我们现在到宜兰的东门观光夜市，然后我们要来这边吃晚餐。好，那等下我们就完全不理你们了。对，让你们再相处一下。好，待会我们就大家都吃饱之后再约下一个地方。可以，没问题。来啦，好可爱，就是。好了，就这样了。有了，你这很随便。有时候设一个停损点也是。做人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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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们现在遇到什么状况了，就是其中一个人不说哦，我要吃这个，会一直走下去。还是我们来吃关东煮？好，我可以。你要那家还是这家？那家也是关东煮。那你那一家，我这家太偏偏到了，我这家。好的，就是。我刚才打太古达。太严重了吧？我刚才打太古达人。我就说那个棒子很难握吧，但重点是你打得很绕塞。没事，没事啦，没事啦，吃饭，没事啦，对吧？不可能有人又漂亮又会打太古达人吧？发现我们两个都是食量已经退化很多的人，大概退化到五量三量而已，没有到十量。好。好的。好的。好的。我问你，你最重视的是一个房子啊，房间、厨房、厕所、客厅。阳台来做一个默契的考验，1、2、3，厕所，哦，这种是厨房。那厨房的重点是什么？要干净。它要大吗？要。要有中岛。要。要有中岛的房子才算是一个漂亮的家，你知道为什么吗？中岛美家。真的是那种。现在来到了最后一个地方，就是山海明珠的这个咖啡厅。然后它这边有那个夜景，非常漂亮。它更晚的时候，它其实这咖啡厅会直接关起来，就是没有人，然后也不会有后面有人在吃饭。就是你过来这边是真的很安静，不是，就是有虫跟那个车流的声音，会很那么。还有心跳的声音哦、我觉得夜景蛮强的，
蛮强的，所以你觉得男生带你来看夜景是完全没问题，很加分诶，因为我很喜欢看夜景。哦，我本来就是那种夜景派。还要讲到加分的部分哈，就刚好我们现在这个计划呢，到最后呢都会做一个评分的部分。如果这个分数呢是刚好，就是都一样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福利时间。没错，如果都同分，我们就拥抱一下；啊，如果不同分，我们就握手一下。好，握手，握手。好了，准备好了吗？等一下，翻过来就一翻两瞪眼，对不对？对，没错。好，有点尴尬，有点害羞。好了，那我倒数了，三二一。就是哇，不一样，不一样啊！那没办法了，那没办法。哇！那我问一下刘轩好了，因为我们下午几点那是八十分，对，啊，晚上怎么变九十分？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就是贴心的一些小动作的加分，知道吗？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在一起相处的感觉蛮舒服的。哦，对啊，那这个就蛮加的十分的扣打就是。以后如果有相处的话，是还有机会再加上去，一定还有机会。因为我觉得如果一开始满分的话，这样我太客套了，太客套了，对啊，对不对？我在客套了。那我讲一下，我们中途要访问蔡哥，蔡哥从头到尾都给你100分，真的假的？对，没有在骗，没有，谢谢。对，你不要害羞了啊！不要，因为刘轩有就是很多。很新鲜的特质啊，很女人味的小细节，对，真的吗？一些小婆点，你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他先拿我们那个竹筷，然后他先搓一搓，搓好拿给我，怕擦掉，你知道吗？哇，婆爸婆爸哦，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他会怕我会热，然后先把那个冷气的那个出风口调一下，哇，婆爸婆爸哦。最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是很担心我行程落塞的人，但是他都好像乐在其中，我觉得这个点就直接。其实我是因为这一点把他100分的。你要有心理准备，我觉得他很重哦。我也很重，我很重，我90几公斤，我当然很重啊。所以换那个说法，他很晕哦，他很晕哦。我九十，哇，婆爸婆爸哦。好了，我觉得今天这个行程算是非常完美了。对，就是我和小梅队一路陪下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也都很棒。那我们就进行我们这个亲密小环节。亲密小环节，对，我们要握个手。对，我。牵个手，牵个手，不是握手，牵个手吗？怎样的牵手？我还是很久十指交扣吗？十指交扣的哦，真的吗？哇哦，那是我流手汗，我不担心，我不担心，我们那个汗是最棒的、啊，他还不洗手回家。OK， 好，加油！好，我们把手放下来，开始，好，对，哦，这什么？新婚快乐！哇！欸、很久没这样子了，哦，有点那个，来，我们倒数十秒钟，小梅帮我倒数一下，要不要？怎么还没开始啊？是这样宕机哦？九八七，要换人数，五四三，没有，不要卡人家有这么久了，二一，好，谢谢，你刚哪只手刚握手？这手。你不要在那边浪费空，浪费我的东西。好了，那我们的这一次的现菜没救了的蔡哥约会篇就到这边要结束。哇！但是呢，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你的下一集，因为你还没有。对对，其实我心中有两个选项。先讲，好，先给观众期待。让我有票选算了。好，一个是神之蠢，就是嘴巴，因为我很在乎牙齿跟嘴巴。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是那个腰。哎、欸欸，可是我觉得腰有一点，腰要露出很大片的肌肤、欸。对，我们腰还是会露到这边。所以你今天一直在偷看刘轩哦。好、嗯。反正就是这两个选项，我们就让大家票选，我们看哪个比较多。你下面好，下面留言，他们按赞，对，没错，看哪个赞多，看哪个赞多，我们就拍那一个。好了，那么这一次的现在没救，就这边结束啊。哎，喜欢的话记得分享出去，你也可以去看前面那一集，就是小梅还有我们阿辉的《神之手》篇，对，也非常好看，也有我们两个精彩的户外讲解。对，没错。好了，那么最后大家拜拜，拜拜，再见，再见，下次见，再见。干！我的手，操！好了，最后还是记得订阅我们的大来宾刘斌，刘斌是谁？831的吗？刘斌吃不完，不要吃了啦。
啊，没有那个小绿人就不会过马路了吗？哦，导游，导游，你在干嘛？导游，导游，我没有看到小绿人，为什么没有小绿人？哇哇哇！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勾住，你看这个九阴白骨爪。来来，我们的神臂斗士要来了。哎、欸，你等于让一只手哎、欸，我让一只手、欸。你那一手，你确定可以吗？没关系，我们，我看这，这个灵灵动灵动，太残忍了。灵动的小指，灵动的手指头，兄弟兄弟，太小了。不是，你抓这个，你抓这个。好了啊，利剑，好了，我们。我们知道你很努力，我们去喝真奶，我们去喝真奶。